你不是月圆，你是袁思雅。你听我说，现在情况有变，裴修哲很可能已经把事情都告诉了爷爷。月月呢？她人在哪儿？骗婚也就算了，连怀孕你们也敢骗我！你现在马上从锦城的身边永远消失，李一凡。 由我来决定，爷爷，你这分明是在逼他选择消失啊！他要是一个有理智的正常人，要我选，他一定会选第二个。我欠他的。哎，龙龙、黄姐，你都在呢，月月回来了啊！来来来，开一局啊！开局我看看。哎，这个大叔是谁啊？ 几岁啊就叫我大叔？我零零年的呀，怎么了？月月啊，你交友太广泛了吧？那是因为我长得年轻啊，大叔。说那么多干嘛？敢跟我拼一局吗？开就开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看见没有，我女人。靠女人？你有什么得意的？我那个，我们还有时间先不玩了哈，我们走了啊。哎哎，你要走了？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啊，行行，改天再见啊，拜拜，拜拜。